芊芊、顾少兰、永安公主、李乐嫣、我不安心、犯下相持、白风起、行、苗阳、陈少商。田总，在这谢谢大家了啊！做演员之前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学生。人总是要清醒的，总不能一直糊涂着。哪家熊孩子，熊孩子就不该放出来。别太忧心了，总会好的。我的心里只有工作，只有工作能使我开心。人生在世就是要吃想吃的东西。我不信，我怕你瞧，不信的是我自己。生死孤儿，不去，不去，我不那么可爱，要走去麻辣烫店查去。没错，有要求。我说的小童是绿色的眼睛，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。我桑琴说到做到，当然要去。白心无辜者吧，就值得我这一笑。辛苦了，小同志，你可知那种被人偏爱的滋味？就这一片大街小巷胡同，路一天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每个只身恍如初见。思念是春蚕，一口一口吃掉时间。戏拍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，有机会来的都不容易。你本来就职业是教育这类的，表现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全部。要成为一个很好演员还差很多。我觉得没有标签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每个演员会有自己的使命，没有演员不想接好剧本，没有演员不想去演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角色。未来的工作计划就肯定是拍戏，然后拍戏，然后拍戏。来的东西都是惊喜，没有来的也不是遗憾。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突破电视剧演员赵露思，第二届中国网络视频学院奖最佳女演员的是赵露思，年度闪耀艺人赵露思，第七届何荣奖最佳传闻中的陈芊芊赵露思。就是好好拍戏，少出乱子。对，赵露思是全世界最棒的粉丝，我觉得他们一直都让我觉得很骄傲自豪。得到了回报，呵呵，爱你。